你说有一个人要跑，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？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。哎呀，安心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？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、啊、我说我好像有一点发烧。哦，太冰了，你要怎样啊？弄脑袋。哦。